中国面积广大，在同一时间不同地区都会有不同的气候。好像中国的南方是亚热带地区，夏季很长，长年都是很热。而中国的中部就冬冷夏热，四季分明。至于再北一点，就是冬季长，夏季短。而西北部有些地方甚至在同一日温度都相差很大，而导致中国的气候有这么大的差异是有不同的因素的。其中一个因素是跟版图面积有关。中国的疆土广阔，南北跨30多纬度，东西越50多经度，这个是地球的赤道。一般来讲，越近赤道就越热，越离开赤道就越冻。中国南北距离很大，所以在冬天南方都不会落雪，但是北方就落雪了。另外一个因素就跟地形有关的。中国地形复杂，高差悬殊。中国的青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，而吐鲁番盆地又是在海平面以下。中国的西部多高山，而在东部沿海部分就有比较大的低地。地势的高低和气候有很紧密的关系。通常地势越高，气温就越低，而山脉就好像一道天然的屏障，阻碍空气流动。所以山的一面可能湿而暖，而另外一边就可能干而冻了。而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南部，又濒临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，所以沿海地方和内陆地方的天气都很不同。一般来讲，沿海地方在夏天受海洋吹来的季候风影响，而由于海洋季候风是比较潮湿和暖，所以沿海地方就比内陆的地区潮湿和多雨了。换句话讲，中国南方比北方温暖，而东部沿海区就比内陆潮湿而多雨。而在冬天情况和夏天就刚刚相反了。季候风由大陆的北部吹向南部，由于空气十分寒冷和干燥，所到之处气温都急剧下降，这个就是所谓寒流了。在寒流影响之下，中国大部分的地区普遍寒冷而干燥。中国南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天气和香港差不多，春季的天气很不稳定，很多时都绵绵细雨和有雾，但是气候就温和。夏天就炎热，纵时时受海洋吹来的台风影响而打风落雨。秋天的天气就比较清凉，而冬季就受到北边吹来的寒流影响了。但是中国西南部云南省的昆明就有四季如春的气候。昆明虽然位于亚热带，但由于它在很高的云贵高原上面，所以不太冷也不太热，四季都是这么和暖的。至于中国中部长江流域，好像上海、苏州和杭州一带，因为距离赤道远一点，所以冬天比广东省冻一点，而夏天亦受到海洋季候风影响而温暖多雾多雨。至于中国北方地区，在冬季就会很寒冷，好像哈尔滨就会千里冰封。一月平均气温是零下摄氏二十几度，而首都北京亦都在零度左右，间中都会落雪的。而在夏天气温亦都普遍回升，有二三十度，而天气亦都比较干燥。
一个地方的气候对于农作物的生长有很密切的关系的。中国南方气候温暖而潮湿，兼且多雨，虽然是幽灵地带，有很多小山丘，但是亦都有很多平坦的低地，适合种植稻米的，一年还有两灶收成。而南方人亦都以稻米为主要食粮，而他们喜欢饮用的米酒亦都是用米浸制而成的。除了稻米之外，各种蔬菜都很适合在南方生长的，而在南方还出产了很多水果，好像龙眼、荔枝、菠萝、番石榴等等。又因为这区临近海洋，所以有很多居民亦都以捕鱼为生，海鲜亦成为南方人的主要食粮之一。至于华中地区，好像苏州、杭州一带，这些长江以南的地方，除了种稻米之外，还可以种植小麦、油麻菜籽等等，物产都非常之丰富的。好像杭州附近的德清镇，就是很典型的江南乡镇的缩影。德清位于长江三角洲平原，土地肥沃，物产非常之丰富的。附近还有中外闻名的旅游、休养、避暑胜地的莫干山，这里盛产毛竹的，除了可以用竹来做建筑材料、扇和家私之外，鲜嫩可口的竹笋亦都可以作为食用的。茶叶亦都适合在华中和华南的自然环境生长的。在这里土地肥沃，气候温和，所以茶园众多，以龙井、碧螺春为著名。而这区的人饮茶亦都特别讲究的吧。德清是著名的丝绸服装基地，因为这里适合桑树生长，所以遍布桑田，而桑叶就是养殖蚕虫的主要食粮。蚕虫长大之后就会吐丝结茧，而蚕茧的丝就是丝绸的主要原料了。在这里抽丝、纺织、印染和制衣业都非常蓬勃，产品远销国外。长江中下游地区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河道中横，湖泊众多，除了淡水鱼产量多之外，亦都有养殖珍珠的。珍珠除了可以做化妆品之外，亦都可以做饰物。在苏州就有全国最大的珍珠市场。苏州最著名的就是水乡特色了。而始建于隋代的著名大运河，亦都是经过苏州。它是南北走向，连接长江和黄河的两个水系，所以这里一带水运发达，货运繁忙。苏州亦都是以丝绸著名。此外，苏绣即是苏州刺绣，亦都以手工精巧而名闻于世的。在苏州附近的太湖，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。太湖盛产淡水鱼，好像俗称白饭鱼的银鱼和白虾。每年五六月，当地的渔民就会浩浩荡荡扬帆出海，鱼获都很丰富的。除了在湖泊捉鱼之外，苏州因为邻近长江和东海，所以不少渔民都有在长江打鱼的，有时亦都会沿着长江出海作业。
呢度渔产丰富，所以渔民嘅收入都唔错，生活条件都好好噶。因为江南水乡，处处小桥流水，而建筑物同庭院设计独特，风光宜人，所以吸引不少游客。旅游业亦都为当地居民带来不少收入。而因为苏州物产丰富，菜式同小食都好有特色噶。不过，无论旅游业、渔农业呢啲活动，都系喺夏秋两季为主嘅。一到冬天，呢啲行业活动都会静落嚟，所以经济活动同气候嘅关系真系好大嘅。喺北方。冬季时候非常寒冷，好多农作物都冇办法生长。喺北方嘅草原地区，因为气温低，只有草比较容易生长。于是当地啲居民就以畜牧业为生啦。佢哋饲养牛只、马羊等牲畜，逐水草而居啦。至于更冻嘅东北地区，到咗三四月仍然有雪。夏天时间短，耕种受到限制。好彩呢度矿产丰富，有铁矿、煤矿同埋石油，而广阔嘅森林亦都提供大量嘅林木资源。而东北地区更加盛产人参、貂皮同鹿茸呢啲特产。而中国嘅华北平原，因为土地肥沃，仍然系以农业为主。不过就以一些耐寒的农作物，好像小麦、棉花、大豆等为主。北京就是位于华北平原之上，北京附近的乡郊地区都是以农耕为主的。农田里面种的主要是小麦，因为小麦适合在较为寒冷和干燥的地方生长的。在夏天，小麦就可以成熟收割了。野温室里面种菜亦都是北方地区的特色之一。就以北京东南部大兴镇一个小村刘文营村为例，就可以了解到北方人是怎样配合气候和自然环境而生产农作物。当地村民建立温室式的蔬菜大棚，引导地下水灌溉农田，还利用由养殖加速而产生的动物粪便作为有机肥料，令到一年四季都可以生产新鲜蔬菜供应北京需要的。在这里养殖的鸭也都有制成北京烤鸭添的。北方人的主要食粮是小麦的制成品，小麦可以磨成面粉，用来做馒头和面，和南方人用米做主要食粮很大分别的。至于北方人饮用的酒是用高粱、小麦来浸的。因为天气寒冷，北方人都很喜欢喝酒，吃火锅就更加十分普遍了。中国各个地区有不同的气候，而不同的气候就会影响居民的衣着、住屋和生活习惯。而气候呢，就更加会影响不同农作物的生产，继而影响当地人民的饮食习惯。所以说，如果对中国的气候特征有一些基本认识之后，对于要明白中国各个地区人民生活习惯都挺有帮助的。